上的梦想，我们笑和泪藏进了课堂，在书本里记录着年少和轻狂，看路在脚下，心在前方，听见梦的宣言，心底回荡着澎湃激昂，七班的诸位，虽然你们在德智美劳种种方面都差强人意，但在体育上还略有建树，也是我们二班在整个高三年级唯一能入眼的对手。在运动会即将到来之际，我们再次向你们发起挑战，希望你们能认真备战，不要让我们赢得太没悬念。反了他们，还能给咱们班下战书？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不是手写的，打印算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赤裸裸的羞辱！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家伙敢这么跟咱们说话，他完蛋了！你找到他能怎么样？让他把这个吃了，还是毒打他一顿？我咽不下这口气！你能不能冷静点？一场运动会能决定你的人生吗？我这倒有一个好办法，他敢跟咱们下战书，咱们就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老虎不发威还当我们是 Hello Kitty 了，我报名。迎战校运，七班无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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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谁给他们七班下的战书？咱们可是二班，去招惹他们七班，那是妄自菲薄，自降身份，是谁干的啊？自己去解决。班长，你别激动，咱们班没人那么无聊。现在他们群情激愤，这梁子也算是结下了。让他们闹腾吧，有这功夫还不如多刷几道题。女生是什么意思？刚刚不是还在那儿迎战校运啊，七班无敌，怎么一到报名一个人都没有？我报名了呀。只有你一个人？来，悄悄跑个步。跑步很丑的，不跑。那铅球、铁饼、跳高、跳远，漂亮的女孩子要保持得体的礼仪。班级荣誉呢？荣誉，我可以当最美啦啦队队长。于美丽，你身为班长，女人呢？啦啦队啊。项目呢？不是，我从小体育就不好，我不参加就已经是对班级最大的支持了。那你刚还在那儿 Kitty 来 Kitty 去的是？那我不是班长吗？这个气氛到这了，我总得跟一下嘛。
你别看我啊，我都给你出招了，别得寸进尺。汪老师不是常说吗 ？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。劳逸要结合。况且不是还有那一句话吗？跑一跑，成绩好；跳一跳，进名校。这哪门子话？劳逸结合是留给孩子们的，我呢就要努力学习，考进二班，然后考进冠华。你到底是因为二班还是因为什么？啊，这么爱二班的同学是吗？成天二班来二班去的，我们班同学算什么？哎，幼稚。哎，小然，你消气，咱们再想办法呗。这事不能就这么算。你指南向晚呀，还是运动会啊？都不能。你们在这儿啊？我说运动会怎么办呀？女生就我一个报名，女子接力都凑不齐。哎，不行就让帅男扮女装得了。去去去去。我看行。来真的呀？嗯。我这倒有个好主意，但需要大家打配合。小婉，你说你之前练短跑，你这次运动会怎么不报个100米什么的？我要报名，我等着回家被我妈宰啊！我妈怎么可能同意呢？倒是你，于美丽同学，那当时七班无敌。是谁在我旁边喊那么热闹的？一个项目都没报。我身为班长，我是想报，但是我这个成绩，我就怕太糟糕。你在女生里面这个成绩已经算很好的了。哎，小婉，嗯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好像听见了。咱以后别走小路了，走大路吧。小婉，你快跑啊！你快跟上我，快！三，你幼稚不幼稚啊？你跟上我没有？快点，小婉，你别回头看，快跟上我！张超，你知道我跟我那个后面，小婉从我没看。Yes。美丽的班长，你从刚才叫的地方到这儿刚好50米，你跑过来只用了不到8秒的时间，这个速度参加运动会绰绰有余了。啊，我有那么快吗？潜能都是这么被激发出来的，要不然报名吧，给自己一个激发潜能的机会。哎，怎么样？我就说班长能行吧，说好的一碗牛肉面啊。本班长就值一顿牛肉面。要不先把报名表填了。幼稚。我跟小婉各要一碗牛肉面。2碗。哼。最近皮肤是不是变差了呀？怎么还爆痘了呢？哎，娇娇。好像变得没以前水灵了。是，怎么回事啊？哇哇哇哇哇哇！哟，江南令今天有点不一样啊，气色怎么这么好啊？哎呦，容光焕发呀！江南令，你昨晚放学回家干嘛了？怎么今天气色这么好？没干嘛。不对呀，大令。咱俩关系这么好，你竟然守着美容秘籍不告诉我。哎呦，我哪有什么美容秘籍，我就是昨天晚上为了运动会下楼跑了2圈，出了一身汗。我跟你们说真管用，你看我毛孔都小了，还瘦了2斤。
哎呀，还真是，真的是。跑步真这么好？那当然了。哦，还有那个铅球铁饼，我上网搜了一下，那个能锻炼我们的腰和手臂的爆发力，让你轻松拥有小蛮腰、天鹅臂。真的呀？当然真的了。相信的人都已经变美了，不信的人还在观望呢。哎，我报名，我报名。李小然，我要报名参加运动会。我报名，我报名，我报名，我也报名，我也报名。嗯，哦，行，我一会儿帮你们写啊。不是我自己讲，才貌双全，招才能奏效。相如美朝时，常称病，不欲与廉颇争烈，已而相如初望见廉颇，相如引车避逆。王老师，报名表。满意啊，我也有事搞定了。什么事啊？哇！我和张主任说了很多，求了半天情，终于给你们把东西拿回来了。但是张主任有一个条件 ，MP3 呢，只能用作学习。这点我觉得人家说的没毛病，利用好自己的工具，好好完成你们的学业，这才是正事儿。啊，上来拿吧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我。我自己上来吧。这是接着我的。好，我这个，我这个。黑色那个，黑色那个。哈哈。没电了。我去帮你拿。谢啦。对对对，给我给我给我，这都成一块了。哎呀，好嘞好嘞好嘞。物归原主，不客气。这还有一个，谁没拿？报告老师，这是我的。收好。继续上自习吧。妈，这怎么还没睡呀？不是说了不用等我了吗？你不回来，我也睡不着啊。最近学校怎么样了？学校最近要月考了，我有信心，我这次能进步不少。你别太累了啊。嗯。哎，这学校吧，最近还办运动会，高三还得参加。我要不报个跑步？跑步？跑什么步啊？当初咱们不练跑步的时候，不都说好了吗？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学习，上个好大学比什么都重要。那学校运动会的事儿别掺和啊，赶紧睡觉。嗯，知道了。南湘婉，有些话如果我不对你说，我肯定会后悔。很幸运能和你相遇，也谢谢你的鼓励，让我变得更勇敢。我知道冠华是你的目标，我也是。我们一起加油，希望能在冠华大学相见。我的天哪，这帮青春期小孩想的可真多。
MP3 里的留言我都收到了，谢谢你的鼓励，一起加油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一，一二一。超，你这不行，你得再来一遍。啊，来五四三，来哎，来交个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二，走走走，云美丽那边扔。一笔一画黑板上，西米，青春多么鲜亮。快点，快快快，换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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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五秒六七，可以啊，老姐。七八九。来，田赛、铅球、接力赛，四乘一百，都练练啊，好好走起。迎战校运，七八无敌。迎战校运，七八无敌。现在播送国内重大经济新闻。蓝鸟投资近日在港股上市成功，股价在24小时内屡创新高，成为投资市场上的一匹黑马。据经济专家分析，蓝鸟投资。刘雨白，你怎么到这么早？我怕你等太久。上次录的我都拷到电脑里了，谢谢啊。我今天再帮你录，麻烦你了。啊，对了，你爸公司是叫雨润置业是吧？哦。一定要跟你爸说，千万不能和蓝鸟投资有任何经济上的往来，一定不要。好。哎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你先等一下。蓝小婉，我们班画了下个月模拟考试的重点，我帮你抄一份。你看一看，有不懂的可以问我。下了战书，你们班看了没？看了，怎么了？就是确认一下，怕到时候你们输得太惨，怪我没提醒。你凭什么觉得你们班会赢？因为我们班有我，我们班也有我。哎，两个小朋友，你们俩就在这放狠话，我还得写题呢，先走了，继续。你什么意思？怎么又是小朋友？你有没有看到刚刚大家为了一次胜利练得有多积极，为了班级荣誉练得有多刻苦？可能在你眼里就是一群差生，不明事理，一群幼稚鬼们。稍等一下，你们班是不是把胜利想得太简单了？我们班忙于学习，没有心思弄这些。但如果你们班这么有激情，这么想玩的话，我们奉陪到底。和同学们说一个事儿，我觉得这一次的运动会，我们班应该参加。马上要考试了，谁还有那个时间啊？就是啊，而且也不用真的和七班较真吧。是啊，刘雨白，你为什么突然想参加运动会啊？如果这一次谁报名参加比赛，我就把我的笔记分享给他。我参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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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参加。这人不够多啊，那这样吧，如果谁夺了冠军，我就会给他一对一单独辅导。我也要参加，我要参加，我参加。还有我的笔记，还有朱聪呢。我参加，我参加，我参加，我参加。啊，那既然大家都这么踊跃报名，我就分发一下报名表吧。这里面有很多项目，大家可以选一下自己比较擅长的。你小子开窍了，不枉哥这么多年对你的疼爱。你知道我不喜欢运动会，不过既然是你喜欢的事情，我会支持的。
是乐队有春天的复赛通知吗？是。刚说到比赛时间，但他这个复赛时间好像跟咱们运动会冲突了。啊。你现在 MP3 也拿回来了，如果复赛顺利的话，没准真能一炮而红。嗯。那我要是去了，接力赛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我不去了。这种比赛以后多的是。再说了，我去比赛那首歌曲本来也是为大家写的，还需要时间改进一下。没事儿，我不去了。不行，你必须去，我替你跑。哎，江达令很猛的，你能行吗？试试看呗。100米，就直接冲刺，到那白线呢？来吧，预备，好。哇，这么快吗？这14秒35，这太快了，这时间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。这不科学啊。小文，你这个你太快了，你这比很多男生跑的都快。你是不是练过？我初中在田径队待过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你要不把那个400米和800米一起跑了得了，你这出手冠军必须有啊。让我参加运动会可以，答应我几个要求。第一，我只替你跑接力。第二，全班同学不能再用任何理由打扰我学习。第三，大家必须跟我一起学习，不许迟到，不许早退，必须交作业。不是，南总，不打扰你学习可以，但你能不能别打扰我们休息啊？你要不答应这几个条件，估计运动会你都参加不了。为什么？这你不用知道。行了，回去学习了。我答应了，我也答应。他跑的也太快了吧！我之前完全没想到他跑的太快了。你跑步去了，我来告诉你几点。首先，我们班的人自视身份，根本不可能去他们七班下战书。第二，差强人意这么简单的词，咱们班的人不可能用错。第三，这战书是印刷体，并非手写。虽然不排除这个作案人有担心自首、怕人看见的嫌疑，但另外一种可能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所有班级参赛人员加起来的总积分必须要赢过其他班，这才叫最后的胜利。所以如果想赢过二班，必须合理分配项目。你就是铅球、铁饼、全包。好好好。啊，超二立定跳远、跳高，可以吗？好。说个事儿啊，咱们班运动会不参加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老师，干嘛不参加呀？
为什么？你们这儿接着讨论吧，啊，自习课讨论，这儿讨论不了的话，出去讨论去啊。把你手放下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老师，让我们参加吧。作为学生，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好好学习，踏踏实实的吧。这事儿就这样了。老师，我想跟您谈谈。老师，我跟您保证，我们这次运动会一定能夺冠，外加摸底考试总成绩能有稳步的提升。你怎么保证？李小然，说李小然，嘘，我们可以达成一个约定啊，您同意我们参加运动会，条件就是运动会总成绩年级第一，摸底考试年级第五。要是没达到怎么办呢？我自愿替同学们接受惩罚。可是，一般的惩罚好像对你也没什么意义。那我就说个有意义的呗。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好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听到什么了？以后上学不许迟到，不许早退，交作业必须准时。参加运动会的同学自己抓紧时间练习，其余时间必须好好学习。谁要是偷懒，谁就是给咱们七班丢脸，知不知道？哦。这个E跟F它的辅助线，辅助线的方法，这用的是一个非常，哎，我昨天给你一套数学卷子，里面就有一道这样的题，这个题和2007年的数学高考题特别像，你看E和F之间其实是有一个。E和F之间其实是有一个重点，你看到没有？看。运动会就运动会吧。非得逼我们学习，真服了。那你怎么办呀？李小然都发话了。哎，逛逛。嗯。走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哎，这不是侦探写吗？咱是点五的还是点七的呀？点五，蓝的，黑的，可以。写不完，高三一年就用这一根就行了。这可以，拿三根。你要给谁啊？这你不用管。老板，算下多少钱？一共35元。35元。哎，哪儿？欢迎再来。走吧，这搁你包里吧，你收拾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什么意思？给你买的，人家衣服打补丁，你这笔都有补丁，实在看不下去了。超，还是你够意思。客气啥呀？这不叫你给我写作业的吗？谁要给你写作业呀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谢谢你。还没睡吧？嗯，哎呀，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你的条件啊，完全符合冠华大学金融系的保送条件，没事啊。
多看看这些书，提前做个准备。爸，我可能对我的未来规划……你的未来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。你入读就以经理身份做起，本硕连读毕业，到公司的副总经理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啊，当然，如果你想做投行、证券，爸爸也会竭尽全力让你少走弯路。爸爸这辈子呀，可真没少走弯路啊。这个人生啊，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。你的兴趣爸爸可以不干涉，但是你的未来爸爸是一定要替你做主。谢谢爸。嗯，好了。爸，嗯，我们学校有个运动会，我报名参加了1500米。我知道高考要复习，但是我不会影响我学习的。行，别输啊。嗯，还有吧，您的公司是不是和蓝鸟投资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有个朋友说了，千万不要跟他有什么经济上的往来。你的朋友，你的朋友都是些高中生吧？好嘛，现在高中生都关注起投资来了。不是，我那个朋友的父母可能是个生意人，他懂这些，所以……行了，你听我一句话啊，好好学习，关注高考，一切跟学习无关的事情都不用你操心。还有啊，现阶段呢，一些课外书籍对你没什么好处啊，最好少看。爸，我知道了，快睡吧。晚安吧。嗯。你们跟我也一样吧，想让你们几点吃就几点吃，想让你们在哪儿游就在哪儿游。没想到你还有跑步这个技能，我们也不会掉链子的。你说，想要几个冠军，我给你拿。我报名参加运动会了，这次我们班的目标是拿第一，你们可要小心点。哎呀，这高中生还真是小孩儿。香婉，
妈给你做了营养餐，一会儿你……你那是什么呀？我那双钉鞋。我们学校最近不是要办运动会了吗？我报了个接力。你放心啊，我肯定不影响学习。你昨天晚上回来那么晚，就是练跑步去了？没有，昨天那是晚自习延迟。因为跑步，所以延迟，就耽误了学习。小婉，你记得妈妈为什么不让你练习跑步吗？妈，你放心，我现在肯定不冲突，我能平衡好。怎么平衡好？你昨天晚上几点钟睡的觉啊？妈知道你只要喜欢什么就会尽力去做好，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你现在把心思都放在这些上面，你学习怎么办？我知道，你能不能别老把我当小孩啊？你还不是孩子，你不是孩子你还这么气人，你知不知道妈妈为你付出多少，你还把心思放在这些上面浪费时间，最后你考不上大学，你会让自己荒废的。不是，你别急嘛，你听我跟你说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运动会不许你去。我必须去，我都报名了，这比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那你身体不重要，妈妈对你也不重要。你爸爸去世的早，这家里面就剩咱们俩。妈，你这么说我压力真的很大。你怎么压力大了？妈妈压力不大，我对你不好，哪一点对你不好？妈，你都对我好，我没那个意思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妈，我知道你什么都是为了我，你什么都替我想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是怎么想的？是，这么多年了，咱家都靠你一个人撑着，我特别心疼。可是我会好好学习，我会考进二班，考进冠华。你能不能拥有你自己的人生？我的人生就是你。我上学去了，运动会我必须参加，因为我不想我高三生活回忆起来，除了学习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已经错失过一次了，我不想再错失第二次。妈，我也希望你的人生能有点别的颜色。上空挂着灯。